天就来到 Six Sense Cafe 来吃点心。看你要吃什么东西，看要吃点心，还是要吃拉面？点心，还有点心特效哦，每一笼只需五令吉哦。这里不单有点心哦，还有汤面。还有饭哦。这就是冰镇咖啡，超浓缩的哦。你喜欢喝咖啡吗，丽娜？好喝吗？你的嘴巴黑黑了。哎呦我的妈！A few inches later。这就是韩式蛋治。还有附送火龙果，这个就是琼凡，这就是猪肉、竹炭、馒头，还有金果，哇哦，太美味了！这就是 smoky 烧麦，这个就是糯米鸡酥系。我太难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哇，好吃吗？就是金果哈糕，哇哦，很精致，他们家的点心。哇哦，满满的霞肉，还有金箔，哇哦 ，nice。这是猪肠粉，超好吃的哦！来到 Six Sense 一定要尝试哦。里面满满的菇，还有脆脆的干蒸菇，哇哦，真的很好吃。这是猪肉、竹炭、馒头，还有金箔。哇哦，不懂好不好吃，马上试吃。这个就是鸡蛋猪肠粉，这个猪肠粉包住鸡蛋，这个是虾米辣。哇，很脆哦，里面是什么来的？黑娜，2 hours later， 我们吃饱了，我们叫了这么多样东西，才109，太便宜了。到了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娜娜宝贝。在기다려 춤을 추는 너의 모습이 아름다워